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真的超级害羞。Historify 遇见未来的你，大海 CP 打破冷战后正式交往，张硕航更细心照顾生病的王兆伟，两人感情也更加升温。头跟喉咙都不痛，全好了。既然都好了，那亲亲应该没关系吧？赶快吃啦，特地准备你爱吃。今天才要吃，我要的亲亲。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真难受。我还有很多工作要签，我先回房间了。